前，刘亦菲为某品牌拍摄了大屏释出，照片中刘亦菲五官精致，皮肤光滑，看不出一点瑕疵，长发飘逸，身穿米色针织衫，手上拿着报纸，相当知性。她用手轻轻撩开头发，将她巴掌般大的脸展示出来，浑身散发出温柔气质，不愧是国民女神啊！刘亦菲的这款妆容非常的淡，但却非常惊艳高级，也都归功于她精致的五官。米色针织衫，银色非常素雅柔和，展现出满满的优雅气息。高领匀速下勾勒出优越的天鹅颈，披着长发自带满满的仙女气息。米色针织衫，轻薄的面料和低调简约的银色，加之高领的设计，也能够增添不少文艺青年的气息。半袖的设计紧贴双臂，凸显纤细的双臂线条。拼起大地色的银色，不仅增加了针织衫本身的高级感，在修饰肤色上效果也更加明显，让刘亦菲看起来自带一种职场的干练的气息。喜欢就订阅呗。